接受。啊，既然不能验证，不能实证的，迄就是你讲的尔嘛。哦，你讲上帝，上帝是你讲的啊。哦，你讲灵性嘛，你讲的啊。因为你讲物件是超验的，它是没有办法在我们的感官世界啊存在的，所以就无法度啊。啊，无法度，佮我讲安尼系列吼，安尼迄就是，迄是恁的恁的代志。然后后来呢，就是整个世界已经被科学的想法主宰了，所以这些科学认为他不能管的东西，就被弄成迷信，你知道吗？就是讲，所以伫公开的场合无适当讲迄个代志。所以你看美国几啊个人来告讲，你伫学校袂使祈祷，你伫什么银票顶头袂使印什么阮信上帝什么。伊基本上就是即个现在吼，即个现代主义，伊是惊伊艺术主义，因为对遐科学甲理性无法度处理的物件，伊就拢来归为讲，这是你个人的事情。哦，你要信我无管你啊，你信啊，总是你卖摕来讲场合，伊就分迄个讲甲诗啦，所以叫说比诗的迄边嘛。啊，结果咧，到后下代就发现讲，我安尼迄个真傲慢，就是那个世俗主义呢。变做伊是老大诶，伊讲这是公的公，公私的私，伊讲好奈安尼，最后现在对这个有开始反弹。他不是为了基督教，他是认为人除了看得到的实证的部分之外，还有看不到的部分，那也是人的一部分。你总不能因为你看不到，你就把人家挤到一边去，哦。啊，新纪元的人类学意思说，人的灵性是有，啊，佫足重要。啊，问题是新纪元的诶人类学讲灵性咧，唔是咱基督教咧讲的灵性啦。伊讲的是甲印度教、佛教，还是咱拜拜，遐灵性拢叫出来讲。所以咱教会是番惊惊啦。一面来讲，即、這个新纪元，佫予咱基督教一个喘气的机会。咱已经去予迄个科学主义底甲要要死去啊吼！因为咱囡仔拢无爱来教会啦，啥物啦，伊拢去予科学扭起来。在变啦，是即马有人讲年轻足重要，所以我好感谢主。啊，另外就是，伊讲的年轻，甲咱教会讲，佫无啥共，咱两个错错，你知无吼？啊，伊讲吼，伊讲即个唔若年轻着，伊讲即个宇宙吼，宇宙即个星神呐，本来是天文学啦，后来变成占星术，你知无？啊，占星术比天文学佫较早，很早很早就认为。宇宙的星球会影响地球的人啊！啊，这科学哦，是我跟你讲哦，你要听讲，就是讲月亮吼，月亮来做大粒的时候，起效率会较济。哎，你哪意思？啊，迄是当研究啊，就是讲迄个牛月亮是月缺的时候吼，迄阵啊吼看星星科还是大爷吼，星星变大爷。啊，甲月亮圆的时候，啊，真正很明显的，月圆的时候，人的情绪受影响，是有这个资料，所以就有人认为说，干咩，人，地面的人会受到这个潮汐，就是讲月亮会影响那个海涌啊，什么啦吼，啊，干咩影响咱的精神状况，影响咱的心理。这科学买单研究啦，因为这最简单的统计嘛，就是迄、那个啊，所学习的时候。月圆的时候看一下资料，月缺的时候看一下资料，啊，简单用统计比较结果，知影讲有差无差嘛，啊，解释再说啦。但是是有人提到这样的研究吼。更有趣的是，星象不止影响人的心情，它影响历史的事件。哇，这得到严重啦。啊，这吼，你莫讲别人啦，基督教嘛相信安尼。看过东方有三个博士，然后就天上看见一颗星，然后就骑骆驼从那个地方来，然后就到巴勒斯坦说：“那个出生做犹太人的王的在哪里？我们在遥远的地方看到他的星，我们要来拜他。”圣经有记载吗？有吗？啊，圣经够详细。圣经无诺言嘛，至少无诺言有记载。
然后佫讲，迄星佫甲朴树带到变异形，有无？啊，到底那是什么星？那颗星跟人类的救赎有关吗？哦，那你救赎做出是去让星来报这三个朴树啊来吊拜嘛？所以我觉得也很好玩，就是基督教跟占星术的关系。你知影玉璇？玉璇唔是捌去埃及做宰相？啊，伊唔是有一届因兄无通食来嗲米嘛？啊，不然伊就是把一个物件藏入因小弟的包包内底，他就是用那个来算命，有没有？所以旧约也好，新约也好，对这些星象还是那个什么水晶球，哦，那个什么玻璃杯，哦，可以看到一些人世间的事情，好像都有记载。所以等咱咧讲这个新纪元，我感觉咱要甲骂以前，咱家己先顿一下，就是先想一下，实际上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有没有跟这个也有一点关的？然后你再回去想说，按哪样告回边来跨星纪元来告这个星象影响人类的这样的一个理论，哦，这是真著名的，是讲咱是安尼个吼。啊，所以呢，啊，这是我安尼意思就讲吼，我2017年八月二号讲到这吼，啊，结果十一月空三去讲一摆嘛是讲到这，你。因为人类学太复杂了，我好像又花了一次的时间帮大家再走一遍，我想不能再这样走了，不能再讲一遍，我要往前走，就是要开始讲历史学，新纪元的历史学，还是历史观啊，这个就是这个星象学跟历史的关系，我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叫做 Robert Fitzgerald Robert Fitzgerald 伊是一个小说家，一个诗人，啊，佫是一个星象家啦，吼，星象家。啊，伊研究几啊十年了后，就写一本册，伊讲《Signs of the Times》，《The End of the World》and the Coming Golden Age》，就是讲这个星球吼，佮规个人类的历史敢有关系？啊，若有关系，咱的地球要走到哪里去？啊，这个星球，伊就是咧研究迄个叫做黄道，哦，黄道就是这个地球吼，地球诶绕太阳咧生的是一个平面，咧生啊，伊毋是一个平面，伊会小可安尼，你知影无？小可连，所以伊有一个角度，佮毋知是加六度、减六度，所以它不是乱跑。地球不是，它是有一定的面，可是那个面有一点点起伏。那古早开始就是讲，是日头在射地球，后来发现不是，是地球在射日头吼。啊，地球唔呐射日头，地球家己搁五格哇。所以咱一天就是地球射一日嘛。啊，地球射一日，每日共一日出来日射，伊呐射日，伊家己呐走，所以咱走数轨对无？春夏秋冬，啊，那安尼走呢？伊地球唔是安尼走，地球是干呐干到，你知无？你要拍干到，干到拍落去了吼，干到除了生以外吼，干到伊家己卖安尼生，你知无？那安尼生呢，伊会害。你真正看干到一头到尾拢直直的，伊啊害佫有一定的，所以真趣味就是讲，伊就研究这个地球，除了生日头吼，这个黄道十二宫以外吼，伊个会害啊！啊，伊用这个吼来研究甲人类历史的关系，这是真趣味的一个讲法啊！到底伊的科学性啊，那些咱会当讨论的，总是我要介绍的是讲，伊这个新纪元的历史观，就是认为讲是星象跟历史是有关的。哦，你基本上就是讲人类历史是会当对星象来了解。星象是一个了解人类历史的一个面向，还是一个管道？啊，你吼，啊，你讲一下吼。所以，这个骆驼，咱囡仔咧拍心上用这啦，咱是一粒茶无，啊，一支心嘛，
然后咧用绳仔绑绑咧，啊，就吼，我救起来，啊，伊就，哦，伊唔能够去洗哦，伊嘛会洗对嘛，规下会洗，那洗哦伊会害，啊，所以地球嘛，你安尼想就好啦。迄，那个骆驼咧洗，迄个电啊，哦，迄个浆哦，迄就是地球的南北轴啦。所以地球嘛是有一粒，咱看无伊个位北轴，北极到南极，啊，迄粒咧嘛会安尼害就是啦。哦，伊除了洗日头以外，伊家己本身嘛，嘛会安尼害头啊，就是啦，哦，啊，所以用安尼来讲吼，伊即个叫做玄镜，哦，即个镜头的即个害，即叫做 precision， 叫做 precision 哦，啊，即个 precision 呢，即个 precision 是，啊，毋是讲即个，咱是讲地球，啊，地球就是迄个赤道有无？哦，伫遐咧洗迄个会我那会安尼害的是，迄个叫做 equinus 哈，咱的地球安尼洗啦吼，总是这粒星是安尼海，甲地球倒变啦。你来想，地球是逆时针的洗，总是伊这个轴，伊这个轴的海吼是顺时针的海啦。我觉得这种图安尼，你想讲。这里有两个旋的，啊，哈，这是地球本身的自转嘛，啊，这是公转，是绕着太阳公转，可是地球本身还在摇头啦，啊，这个摇头不是左右摇头，它也是一个在转，好像一个圆锥，知道吗？啊，哦，就是说圆锥的下面是圆锥，然后上面是一个圆，啊，所以地球是一面自转，一面绕着太阳跑，一面跑，又一面啊摇头晃尾的，差不多这个意思了哈。意思你看哈，这叫做分点的哈，这叫做 processing equinoxes。那 equinox 就是那地球哦，安尼还好，一年有两届是海角端叠起来，就是讲伊安尼本来歪这边，歪一边，歪歪尾后，有一边是这边叠，有一边跟这边的是叠。那个叫做春分跟秋分，那个春夏秋冬哦，啊，冬天就是太阳最短嘛，啊，那个冬晚上最长嘛，总是跟春分的是多平等啦，哦，冬天到夏天，夏天到冬天有两次是刚好值的时候，啊，那个值的时候的那个点呢，它会那一点它会慢慢的走。不是公转哦，就是它，啊，那个转呢，比公转慢。公转是一年就转一圈嘛，那个转一圈呢，要几万年。哦，不是公转，不是自转，是那个摇头转。那个摇头转转一圈，都什么？啊，这个不是占星术，这个是星象学，能了解吗？所以就是因为星象学呢，算出来那个年，然后就跟人类历史的年去凑。因为它那个年很长嘛，啊，那我们自啊埃及、中国很早就把那个天上的星星分嘛，这是什么？射手座什么座落？根据那个星星彼此的位置，那拢有分那个嘛，啊，就用那个名，哦，这是什么？水瓶座，哦，那是星星的样子，啊，多跟咱的黄道十二宫哦，360度呢，30度。分一个，啊，所以就12个啦。啊，这个地球是逆向，安尼几啊万年都安尼洗一遍吼，都喊12宫绕完啦。那他们的研究就是说，人类的历史，当你走到哪一宫的时候，那个历史刚刚可以反映出那一宫的特色，这个加速力。因为人类历史叫做是人故的嘛，对不？啊，迄是上天做的日头跟地球在把海头啊咧吼。古早人讲，哦，这一个是什么宫？我们在迄有啥物管的？就是讲，啥物射手座，啥物座吼？那，啊，怎么会跟人类的历史会凑起来？而且凑的还蛮像的。那，啊，这个就有一点玄呐，啊。我记得我妈说有一点玄。这个本来是欧马良不相及，人类历史是人修发啊，那滴滴进步啊，那这是人做的。那是上帝做的嘛？啊，敢会上帝用安尼要甲咱启示啥物，还是啥物话咧？哦，啊，我耶稣出世，咱就爱互博士看起来咧。啊，到底是真正上帝伫这个星象当中，
他有放什么他要主导人类历史的资讯放在星象当中吗？不然这个人为什么研究那么多呢？可以讲这个东西呢？这是有趣味的一个物件，所以咱会使来看这个代志啊，吼。啊，先简单讲，啊，然后我就一讲一讲的跟你们解释哈。十二宫，哎，我都讲到十二宫，咱讲到水瓶座就掉，因为水瓶座咱要未搞，咱即马是以双鱼座，哦，叫因为人生中会有公元零年，刚好是双鱼座的开始。啊，耶稣一出来，伊就是专门去海边去找迄个抓鱼的。然后基督徒二十五祭就是用鱼做祭和啦。够趣味哦！而且那个公元元年刚刚是那个双鱼座的开始，这一点是很准，哦，这个是算起来很准的。而且每一个宫是2160年还是什么，那你跟人类的历史就可以去，就是把那个公元明年弄在一起，然后往前两千个，一直那啊，世间发生什么代志，啊，跟伊迄个座的名到底有什么关系，啊，佮再往前2000个，就是讲咱也先提。往前推，往后推，然后他们就认为基督教的世纪应该快结束了，因为那个1220的那个人有一个数目差不多了，啊，所以还不到，差不多了，所以他们认为那个水瓶座快要来了。所以我第一次给你们听那首歌有没有？那个阿圭利亚斯，阿圭利亚斯，那一个字就是水瓶座，水瓶座。他们就认为，如果过去从人类远古的那个游牧民族，一直到今天是跟星座我们看得那么准的话，那我们可以依理类推，人类将来的历史会从双鱼座走到水瓶座。那水瓶座代表什么？那就是我们将来人类会往那边去。所以你当这预测，讲将来人跟人的观念会变安怎？这大概就是因为这个。新纪元的这个历史观哈，所以我这里介绍的是因他们的信念，他们的信念，我们讲神学，讲什么人类学，现在讲到他们的历史学哈，新纪元的那历史观哦，啊，简单讲就是讲星象影响人事啦，啊，你来顾维的讲，你讲因因为星象跟人事有关，而且会影响啊，一定要。所以古早时代是这个天文学，英语叫做 astronomy， 天文学。天文学它不研究历史，它只研究天文，就是星球跟星球的关系。啊，最有名的我们的，你可以说，人类科学革命的开始是从天文学开始的。第一个代表就是哥白尼。那哥白尼纯粹用数学算出来。地球在绕太阳，不是太阳在绕地球。在哥白尼以前，由于是宗教掌权，天主教掌管整个世界，所以他们是根据圣经来解释天文现象。所以在哥白尼以前，都认为是地球是上帝特别派耶稣来拯救，所以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啊。啊，这些星星、月亮、太阳都是绕着地球在走嘛，因为中心不能动啊，就是旁边在动啊。啊，咱看起来嘛是啦，你徛伫地球看，日头就是为东方升起，从西方下降，逐天看嘛是安尼，月亮嘛是安尼对无？所以地球哪有咧振动？无啊，无咧振动啊，拢看月亮甲日头，而且诗篇、圣经也这样讲。啊，所以用宗教来解说。但观察到的宇宙的现象，那是还没有科学以前的方法嘛？你一直弄不好无法啊，所有的人拢是读念经文嘛，啊，念经文就是敢那心如捌，其他的人拢唔捌字啊。啊，念经文伊就无虾米钱，当他就敢那读圣经嘛。啊，圣经会做保本啊，所以不管是农业啊，是什么，都是用圣经嘛。啊，可是到文艺复兴，他们就觉得这样不对啊。他们就说，那古代还没有基督教以前，那个希腊也是很文明很高啊。为什么我们不去看看希腊的东西呢？所以那个14世纪，我们就叫做文艺复兴啊。那文艺复兴是从哪里开始？是从意大利的劳伦斯啦，哦，他们从美术开始啦，
哦，以前拢嘛是画拢画圣经的故事画了，哎呦，咱敢袂当甲咱画人，最开始有人特别皮画啊，画得足水的吼，啊，像有名，那是米开朗基罗伊的迄个雕像啊，你知道无？真足水，迄就是无讲圣经的故事，伊嘛有一寡圣经故事，有足侪甲圣经无关的，然后他们开始就把希腊神话、希腊的城邦政治、希腊的什么都拿回来，所以文艺复兴其实是一个复古运动，回到希腊的时代。啊，文艺复兴的重点就是讲，咱若无讲上帝，咱敢袂当了解代志。个人人敢无法度了解，因相信讲个人人无法度了解，所以就叫做人文主义，安知无？本来是上帝是主要，即摆变作讲，包括你要信上帝嘛是人咧信的，所以是人咧头壳咧信上帝，人咧头壳咧信这信咧，所以人才是重要。所以从神做主变成人做主，所以叫做人文主义啦。我讲叫做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啦。啊，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开始人讲，你讲人啊，人是外跳，人是安那？啊，所以咧就开始讲人啊，人会晓看，洗目睭会晓看，有耳会晓听，较重要是有头壳会晓想。所以迄个笛卡尔就讲。要结果会过顺，就是讲我思故我在，你要听古话吼。啊，刚才讲就是讲人甲所有动物无共个，人会晓想啊，会晓想，所以人才有法度有知识啊，人才会晓画图，人才会晓人有思想啊。所以这个人文主义呢，就开始往这个人有才调来讲。啊，第一个就是讲人安怎想，会晓看，看了会晓想啊。啊，上好的想到两个啦，一个是数学，啊，一个是逻辑啦。啊，这伫哎，迄、那个希腊时代就很强的，希腊时代很多哲学家就是讲会晓算，你知道？啊，会晓去想迄个关系。啊，这个物件影响哥白尼啦。啊，我去查，哥白尼是波兰人啦、啊，波兰人啦、啊，啊，伊就是用数学叠叠算、叠叠算、叠叠算，到后来发现不对啦，就是如果地球是中心的话。那个星星的关系算出来都不对啦，啊，你若用太阳这种算出来都对啦，哎，就感觉唔对咧吼。你若日头摆顶当，其他顶当吼，你因为星星你台湾都好像看嘛，一直倒，一直倒，一直倒，哎，又来算啊，哦，冬天它哪一个星在哪里？这个算出来是地球咧说啊，唔是日头咧说啊，啊，伊就发表伊的理论嘛，啊，总是。听讲，伊就跳，伊知影天人出去，伊就往看死人，所以伊就唔讲啦。你要死也是死了，才叫伊朋友甲发表啦。所以伊无往看侪啦，伊较跳。啊，哎，迄个伽利略就是较空空，你知无吼？伽利略读着哥白尼的 paper， 伊的论文啦。所以伽利略就讲，啊，伊人咧讲，我来看，我来看有影安尼无？哇、哦，伊就直直看看，哎，可有影？哎，就甲发表，伊无等下死掉发表哦。啊、所以伽利略就掠去宗教法庭嘛，因为伊判伊当罪就是亵渎圣经啊，这就是唯一死刑啊，凄惨啊！圣经是咱十九篇明明讲日头位东边甲西边，啊，你一个老岁啊，你讲什么是地球咧说，不是日头咧说？哦，你说圣经唔对，你讲圣经唔对，你该死啊，你亵渎啊！啊，所以伽利略就掠去判嘛，啊，教皇叫伊认错啦，哦。你都老啊嘛，你都讲你有白内障啊，无紧啊，还是讲你即摆已经老顽癫、老顽癫吼，啊，我着啊，写你无做，啊，你若毋认错，着是爱罚几条啊，点火烧嘛。啊，即你着想讲，我无说我已经看日头看遐久，我即摆若向烧去，我以后着要看咧吼，伊阁想要看咧，啊，所以到尾着跳咧，讲好啊，好啦，我认错啦，伊着认错嘛，啊，认错教皇着恕他无罪。啊！伊要出去的时，家己念讲：我虽然认错，地球还是在转；我虽然认错，地球还是在转。啊！这个公案就一直留着，留了好几百年，后来才教皇梵蒂冈第二次大会以后，又教皇才公开认错，是我们错，不是圣经错，是我们错。我们把圣经当作科学书，这是我们的错。哎，圣经诗篇那是诗嘛？啊，你把诗歌当作科学论文，那是咱的问题啊！我唔敢在你对我讲破死人，我无。毁灭了，对吗？啊，这个是历史公案。啊，这条主题，这个公案有留咱一个印象的是讲，那叫说是因为咱常常吼过度的不恰当的使用圣经来建立我们的很多知识体系。嗯，不管多少知识，你圣经不是一款物件，
啊，你家提啊，因为圣经太大本哩，啥物拢讲一出来，讲一出来吼，所以你要甲提来歪吼，足好歪啦。啊，歪后代就起出来嘛，那么歪哥起出来嘛，啊，足济嘛，嘿啊，啊，所以那种事情就是讲，有当啊，咱对圣经得到的物件，当别人为心理啊，还是为其他的学问，得无共的是，咱那种事情。因为圣经主要是讲到人有罪，爱挖去耶稣在得救，这是圣经的专业啦。啊，其他的部分哦，你都听听就好啦。因为其他部分太侪了，比如讲植物学啦、植物学啦，你爱去读明奈的植物学，你专门研究植物，甲全世界植物拢研究，然后分类。那个科学就是明奈开始的，就是分类，你知无？哦，这是蕨类，这是什么乔木，这是什么灌木，什么什么，伊安尼分嘛。啊，所以伊知影讲吼，经济倒一粒上细，因为伊共全世界经济拢摕来用石头去看牛嘛。啊，耶稣毋是啊，耶稣是共迄当时这些人讲，芥菜种是所有种子最小的。啊，你若摕古来甲人类相比，你绝对怕输的嘛。那芥菜种伫石头去看是了较大粒，那也是要上细的，比伊较细足济嘛。啊，我用这个来互咱了解讲，因为即摆上大的问题，毋是植物学，毋是天文学，是心理学啦。因为我是精神科医师嘛，啊，这伫教会甲即摆有咧冤啦。有一个牧师叫做 J. Adams 亚当斯啦，伊是牧师啦，伊看了足袂济，因为迄个心理学开始发展，18、19世纪开始发展嘛。啊，做对我说，哇，这真好，啊，就提来用啊。你教会遐，你姊妹生活艰苦啦，啥物啦吼，就用心理学讲。伊讲，哎，我这本来咱的物件，奈叫心理学抢去啦，就叫我外嘛，啊，就出来讲，有关人的内心，所有的需要，圣经拢有，所以无需要用心理学。啊，心理学阁是迄无上帝伫内底，迄种拢是错误，迄是魔鬼要甲你骗，互你无爱相信圣经。啊，这个即摆还无结束啦。教会还是两大潮流，你会听到圣经辅导跟教牧辅导在吵架，到现在还是一样，而且圣经辅导发展成一大票，有他们有可以发执照，他们有学会，他们有刊物，有什么？总之，伊就是绝对不用心理学，干来用圣经。我来开详细讲，就是讲。这是一个咱即摆所有在座的人，你若同阮厝内有人心情歹啊，是呐，你都要决定讲，我是要去找一个教牧辅导，还是要去找一个圣经辅导？这恁一定会崩掉，哦，一定要死啊，要自杀啊，是找牧师来祈祷，还是去诊治挂精神科啦？哦，你是基督徒啊？我捌拄到一个张仲武牧师。伊就是认为啦，怪怪的拢是迄个鬼妇啦。我看怪怪的拢是精神病啦，所以吼，我袂使讲捌着啦，就是讲两个拢有偏见啦。啊，像有趣味就是有一个囡仔吼，啊，拢会走去迄个台北的迄个地下道吼，伊若破病是发作的时候，就走去迄个中山北路无迄个，即摆较无人爱行，就是爱落下骹才行过对面，免等红绿灯迄块吼。就走去啊，就共共查路啦，叫人来信耶稣啦，去分，但等啊，大家互伊感觉足妖娆，就袂查某囡仔无惊嘛死嘛，伊共查你啊无过啦，一定要传威啦，啊，啊因爸母就头壳疼，知要安怎嘛吼，就讲这囡仔咧爱处理，啊一个讲爱找牧师，一个讲爱找医师啊，所以两个拢要相拍，你知无吼？啊爱找医师来走来找我嘛，啊找牧师去找张仲武。啊，张仲武看哇，这个是鬼户啦，要赶鬼啦！我讲这不是啦，这恐怖的躁郁病，那个躁症嘛吼。啊，别安那嘞，一个讲一个讲安尼啊，到尾我就讲啊，无安尼嘛，你先我看看卖尔嘛，吼、哦，反正躁郁病慢一点治，早一点治也没关系嘛。啊，我这个讲完啦，看袂出去，我再来想办法啦吼。啊，叫伊来看的时候，迄、那个囡仔有一个头发十毛条落来，啊，了就。我就无听着安怎啦吼，因为伊个妈妈嘛是坚持讲这是爱挂鬼啊，所以就是唔准去做精神科医生。我是要互恁知影讲，你不要以为这个无关什么，其实这个观念就是说，到底科学跟圣经跟信仰之间，我们怎么去取得平衡？
我们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处理，还是今天还是问题啦。哦，不是讲搁在境外无问题，境外问题要治的啦，要治的吼。啊，为着这个观念吼，啊，我去往神堂去开导啦吼。所以，我做前座我是教牧辅导，我唔是圣经辅导啦。因为我是行政前庭科生，不也得去读神堂嘛。啊，所以我来看的是认为讲，所有的精神心理学、精神医学都是上帝的礼物，总是有可能来对我折磨。我并没有说心理学都对，因为科学家对科学就要保持适当的怀疑，那个才是科学的精神啊！哦，啊，有测哦，不是代表未使用，你哪意思？就是代表涉及用啦。哦，他们只是理论嘛，可是有些理论很好用啊。哦，我都当做这个是上帝的礼物，可是这一等说不是，那个是魔鬼的些诡计，所以不要碰。圣经都可以解决，为什么你要去碰那些危险的东西，那些没有效的东西？所以啊，事实上心理学习理论很多啊，彼此冲突，这是对，这不能因为彼此冲突就说他们都错。你在歪什么？哦，这是你怎么去看这些东西是 gift from God， 或是撒旦的诡计 trick from Satan？ 啊，这你的态度都会无同嘛？啊，即摆伊这赶快嘛，就是这个新纪元运动，你甲看是撒旦的。诶，一个物件，还是这是上帝给人的一个特别的物件。我特别讲，耶稣出世的是死啊，那要死啊，迄个三个博士看到死啦。你若卖就无代志嘛。哦，哎，佮佮死啊，迄个坑底下，啊，就足麻烦的。你要甲讲，迄是真诶，还是假，还是安那？这都足侪诠释的问题，你安那解释啊？吼、哦，好，那我们今天就稍微介绍一下那个 astronomy 哦，就是天文它，这是。不厉害的是叫的是研究星象彼此的关系，他认为那个跟人有关系，那个就从 astronomy 跳到 astrology， 就变成占星术。所以，N 变成 L 啊，这是一个大的转变，一个大的转变。只有研究星球之间的关系的是天文学，研究星球跟人事的关系的就是占星术。那占星术，哦，我较简单，那你看。分解哦，安尼哈，啊，所以呢，咱即摆咧讲就是讲，所有的占星术常常都是从天文学开始，就是后来他就把天文学的现象跟人是要扯上关系，就变成是占星术了啦。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了哈，就是 celestial observation for terrestrial divination， 天象的观察。可以来成为地上的一个启示，这就占星术嘛，就把天上跟地上连起来，所以天文学就突然变成了占星术 ，N 就变成 L， 哦 ，N 它只研究的是天上的观察 ，Celestial 就是天象，天顶的星啊，月亮啦。你甲观察，看伊咩关系，我拢甲人类无关系，我都甲人研究隐蔽处的关系，安尼就是天文学。我若认为隐蔽处的关系会影响人，安尼就是你天文学嘛，已经变成占星术。占星术就是跟我们有关，星球的运转不是只有星球运转，会影响世界的变化，啊，就变成占星术，大概是安尼吼。所以我将来讲讲观察。天象、天象、五七人间事物，这就是占星术。那有的是观察龟壳哇，龟啊，龟的壳哇，去个含灰，含灰了咧也必损。那也要怀人才，哦，这必安尼代表啦，那就是搁在占卜，你知无？哦，占卜。啊，有的是甲灰花瓣放落去。酒杯的水放落去，啊，看迄花瓣吼、哦，飘成什么图案，啊，会当知影。啊，有诶是看你诶手有无，你只无尿酸有无，就知影哦，你会拄着啥物代志，迄叫做啥手相有无？哦，有诶是看你诶生日，会当算讲你过安会幸福未幸福，你捌看到迄无？叫做星星月日，所以迄嘛是星星月日，迄就是。太阳、星星、月亮，说你是几年几月几日几点钟出生的嘛，对不？那是天文学观点的嘛，对不？
它总是跟你有缘故、无缘故各有关的。所以那个是占星术变成用到个人，啊，各有缘故，你是当时出世的，哦，你是天蝎座的，有无？啊，恁翁呢？哦，恁翁是啥物座？啊，你包死啊，你要食死死的吼。而且你两个一定袂害，你要听到这无？所以占星术的对人类的影响不是只有历史哦，连个人幸福与否，今天要不要去做生意，要不要怎么样，你要趋吉避凶，你要知道天象，你要知道你的生日，你今年若是什么做的，会拄到什么代志无？你要看迄个黄历无？哇，几本啊？迄就是拢归家来，你知无？哦，就是讲，迄个天道咧运转吼，甲你的命有关的。啊，你若唔知，啊就歹运啊。啊，你若知，啊你就会当趋吉避凶啊。哦，好的时你就进去买厝，啊歹的时你就莫买，啥物买厝，啊无你一定了钱。哦，啊有足侪人靠这赚足侪钱啊。伊就专门看这嘛风水有无？哦，看你的迄个死人的观察，放的所在甲地球的关系。地球还是星球啊？放了哪对，就叫做李登辉，你知无？那就变总统了呢。哦，啊，放唔对，啊就无。你话你真在这老细啦，吼、哦。啊，有足多人相信呢。咱台湾的企业家有足多人相信。像最近公司无顺，叫人来看风水，哇，看方位。方位就是地球、太阳，那个他会说，哎、欸，这样不对。你应该把这个封起来，然后把门改到那边，前面再挖个水池，然后再框个照妖镜，然后弄个八卦。哎呀，我照妖镜要赚多少钱？啊，你不要讲，那点点不然公司有没得啊？哇，这个看起来几啊百万还是可以啊，你赚的搁较济啊。啊，这种东西如果不灵哦，你头家无遐戆啊。你知意思吗？那基督徒怎么面对这样的现象？啊，你不是头家，你是小员工，啊，你敢要甲台湾讲头家啊，迄无影，还是讲安那？啊，好，这个呢，人类的文化呢，早就有哦，而且全世界都有，就注意哦，因为星星会影响人士的这个想法是普世性的，不是只有埃及，还是只有巴比伦？巴比伦这个是很难讲。巴比伦、埃及人，可是中国也有，好、哦，那个星象影响人士的这个观念，好像全世界都有，都可以找到考古学都可以找到那种记录哦。所以讲出名哦，这是什么意思呢？哈、哦，所以呢，玛雅文化在南美洲的哦，即马人大家都有兴趣，因为足高等的，我到尾也奈无去，即马大家拢为考古学咧发现哦。啊，这个印度、中国那个西方、中国。中国这个astrology 就是占星术啦吼，占星术。啊，西方的占星术吼，差不多是在2000年，所以西方的占星术比玛雅、比中国是慢开始啦。这个祖前差不多2000年，1950年到1951年，最主要就是在巴比伦那里。所以巴比伦所谓东方波斯很可能就是从巴比伦过来的，波斯巴比伦那边不是中国过来的、哦、那边呢，他们对星象是很有兴趣，而且相当发达。那个时候我们叫做半月湾，你如果看个古文里面，就是那个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那两条河，还有这边呢是那个巴勒斯坦的那个小平原，下面是尼罗河哈，那都跟他讲的新月丢 crescent。就是月亮在要无去的时候，那个，哦，那个半月湾，那是古文明的，所谓古晋州。哎，那个半月湾的中，那就是阿拉伯沙漠啦。哦，啊，这规个，这真正那两条河，安尼就跟咱月亮，啊，这边就是巴勒斯坦，啊，过来就是尼罗河哦。古代文明哦，就是伫这两个是主要，中国卖讲啦，哦，印度迄个另外一个中心。所以西方的古代文明就是巴比伦，那个。亚述，啊，甲南边的埃及，你看规个圣经咧相拍，这三国是常用的。啊，这个巴勒斯坦足衰啦，即款埃及人较用，要去拍巴比伦，啊，就甲伊打过去啦。巴比伦若要拍埃及，啊，佫甲人过，所以用得来得去，所以
常常了皮肤啦，因为他没有大河流，他弄不出大东西。他下面有尼罗河，上面有那个两河，尼罗河比两河还厉害。那尼罗河呢，它的那个上游呢是那个非洲的那个很高的山，叫做中年积雪。所以一波落后嘛，有水啦，这个厉害啦。所以像大概呢，巴勒斯坦的饥荒拢走去埃及，因为埃及足足有饥荒啦。因为伊是靠迄个非洲的迄个中部的高山的迄个中年有积雪，啊，积雪一定是牛嘛，啊，牛都有水落来嘛，啊，落来就是一直到地中海，为非洲落来，啊，嘿，你都有看，特别看礼拜的时候，就是变成三角洲，你知无？你足肥沃的。约瑟甲伊爸救的是法老王，为着报答伊，伊甲伊服务过七年的饥荒的海，会当躲过，所以甲迄个上肥的生活叫做懒散嘛，互伊老爸带遐嘛，迄上肥的对啊。啊，所以我讲这个两河流域吼，啊，甲这个尼罗河咧，就成为古文明的重点。所以我们每一次要研究圣经旧约，一定不能逃掉，是要去问说，在当时的这些国家里面，他们的看法是怎么样？他们的记录是什么？哦、所以你家的西方的这个 astrology 就是米索波大米亚，就是我讲的那个新月湾哦，米索波大米亚，就是那个东法拉底和底格里斯河那两条。啊，咱的信用的老祖公就是为那两条河的出海口搬出的啦，那叫做古尔啦。乌尔就在幼发拉底的底格里斯河，快要入阿卡巴湾，就是那个阿拉伯海的那个最下面，它算是一个海港的大都会，跟它隔流，你知无？所以大条高啊，各有迄个海港。上帝甲讲，这袂使，你拢拜拜嘛，大家拢拜到足厉害。上帝讲，你袂使跟他拜我，因为要来讲你搬厝啊。所以老爸怎啊，规个搬位乌尔搬到哈兰，哈兰就是两个流域上游啊。哎，唔敢离开河啊！离开河就无水，就会出问题嘛。所以沿水沟啊，直直行到上顶啊，到时就有雪、伤寒，伊就唔行，伊就固定遐嘛。哦，他就蹲在那边不走。然后亚伯拉罕没办法，伊老爸照伊面就对固定遐规个老爸死，你知无？哎，老爸代表亚伯拉罕讲，不是这里，还要走。亚伯拉罕说：“啊，过来边啊，行，过去遐，遐都寒到要死。”伊讲：“你向南走。”啊，向南走就是应许地，就是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啊，伊嘛唔知要去倒咧，巴勒斯坦个一条平原尔嘛，哎，就他妈实在是受到遮上帝啊，无甲讲死，伊就去搬，所以事件就搬到埃，搬到啥物，啊，搬到尾啊，搬到西伯罗上帝，才无去讲话，非常大意啊。啊，遐已经足我爱求，你知无？已经是巴勒斯坦的很南方，非常南方，接近南地。所以一旦没饭吃，就往埃及跑。他跑一次，他儿子跑一次，然后，他的孙子也跑一次。哦、那一次是约瑟叫伊从古流浪搬来，用这七单哦，你冻袂条，我爱冻，可以说算了。所以主要现在做奴才做西班牙的这样明白？好、哦，这个圣经的故事就是一直到了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好、哦，那这个地方也就是西方的占星术的重镇啊，主要是那个巴比伦。好，那对我们一般人来讲，我们不是关心的是世界历史，我们关心的是我的婚姻幸福不幸福啦、啊。所以现在大部分的人在意的是这个 God， 就是我出生的是属于哪一个宫，那我可能个性怎么样？我要结婚，我要找哪一个宫出生的，跟我个性才不会个性不合，然后离婚那个拍命嘛吼。你就要看多少人拢真在意安尼，你看咱个报纸上足侪拢，啊，这就是占星术的个人应用，要用在你个人。你若相信，你就足注意的。啊，若讲你囝交过女朋友，你就马上跟我生日号码，我来叫人算看卖啊吼。啊，若袂合的嘛，做普通朋友就好。啊，无以后吼离婚啊，你也艰苦，我也艰苦，安尼唔好啦。相信或不相信，但是很多人相信，很多人相信，而且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还有看那个塔罗牌有没有？看那个扑克牌啊，算数目的，这个是这样子哦。然后呢，我要讲的是人类历史哦，不是那个 horoscope， 就是 zodiac sign，
就是我说地球绕太阳那个皇宫皇道十二宫，感觉三百六十度，切一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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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是咱切的？那古早印度嘛，咱切希腊嘛，咱切中国嘛，咱切，大家拢赶快，奇怪，我嘛不知是安那，可能春夏秋冬四季啊，一季分三个月啊，是那个月切起来拢是三十度。然后取的名字就是根据星象，好，根据那一度看到的那个星星的样子，然后取的名字。好，那跟你讲哦，那个亥桃啊，亥几年哦，是25920年，所以是亥该就百年了，2万多年，啊再亥几年？这是地球不是？我说那个会晃吗？啊，这个是天文学哦。这个不是占星，这个天文算出来。好，啊，既然有十二宫嘛，那也很简单嘛，把2920年除以12，所以每一宫就2160年嘛。那他们已经确定这个双鱼座的第一年开始是在公元明年嘛。那这个确定以后就可以算嘛，看你从那边往前2160一直算下去，往后2160大概干那够就是安尼啦。那咱即摆几年？2018对无？2018啊，2016年阁几年？好，迄阵就是进入水瓶座啦。咱即摆腰底双鱼座的马骝啦，所以你也看这基督教开始咧示威啦。那这个新纪元运动开始在兴起，因为该水的下面了，因为这个时代已经绕到那个时候，你也抵抗不了，也没有用。第二，因为历史观的下面，所以星座影响人类的历史会往前走。那很好玩，就是他们认为这个2160年熊宝宝嘛，所以里面每一个两天再把它切成12个，一个就是180年。180年，再每一个再把它切12个，那一个就是15年还是10几年啊？你看看，所以他们这个历史观是蛮复杂的。你不要以为我老公，他们真的用数学一直算一直算，然后把人类历史的记录呢跟这个呢去打，你再问啊凑出来，而且他们可以自圆其说，这个是厉害的地方。换句话讲。这里面大轮子里面有小轮子，小轮子里面还有更小的轮子，这样懂吗？那大轮子是逆向走的，小轮子是正向走的。我到现在还查不出来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伊十二宫吼，五宫吼，白羊座啊，过来下面座，伊咧有一点的啦。啊，问题就是讲，从白羊座是顺时针走还是逆时针走？因为发现大转的是逆时针走，小转的是顺时针走。啊，这蛮真新鲜，所以细的我就不读了，我给你们看最初的就好了啦，哈，想抽一下那就喝了哈。啊，所以呢，你看这个一宫2160年，那一个 era 啊，如果这个是一个世纪啊，叫新纪元嘛，一个纪元，是这样的话，那里面就有一个时代，就有一个时期啊，这个一代就是180年，所以差不多能办理了哈。然后180年又分成12个这个 phase， 12个时期，那每一个时期它都会告诉你哦，这是哪一宫的哪一个时代的哪一个时期，那地球发生什么事情，哇，真的很厉害。比如说甘乃迪被暗杀啦，什么这个世界大事呢，他都排起来，然后他就把他这个根据这个星象那个他就把它倒给你，你在说，啊，他会说出一套道理。是啊，甘乃迪是天理红台，不是前，不是后边，是因为这几年天就讲出来了。哦，我无时间他也有，所以我这个跟那个你讲十二宫就好了哈。啊，十二宫内底迄个时代啦、时期啦，哇，嘿，讲未了，可能讲啊五年嘛，讲未了，我就不讲了啦哈。有兴趣的人自己去买那本书去，那几本册哦。不是一个 paper， 是一本册。所以这些人花了几十年，就是把人类的历史跟他的这个理论呢，要对嘛？他对不对我不知道，可是至少他必须要自圆其说。一旦他不能自圆其说，就是自己生水杯啊，对不？所
所以他应该有某种东西在，可是那个东西背后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再讲一遍，我在这里介绍的只是介绍他的说法，不是说我同意或不同意，他那也塞哈。我现在说，有人是这样研究的啦。所以呢，我们从白羊座开始 ，Aries 哈，白羊，过来是金牛，过来是双子，过来巨蟹，过来狮子，过来处女，天秤，天蝎。射手，迄拢是星座哦，星座较有名，三十多、三十多安尼吼。啊，过来就是摩羯、水瓶、双鱼，迄就是安尼吼。啊，总是，迄、那个海头也是倒头海，所以人类历史呢是狮子、巨蟹、双子、金牛、白羊、双鱼、水瓶。咱即摆是双鱼座，所以接下来就是水瓶座，安尼了解无？哦，伊倒头对啦。伊毋是正头做，毋是甲咱个迄个地球，迄个伊是 reverse 是倒变个。因为发现头拄仔咱讲地球，咱是伊迄个势是倒变，甲地球是倒变，安尼吼。啊，因即摆星座嘛是倒变看，啊看下过会合。啊，在什么时代地球发生什么事情？好像啊，毋是甲咱一个合，可能啊叭叭安尼吼。好，我们人类可以。有记忆，或是有记载的最早，大概可以到狮子座，再往前大概没有办法哈。那狮子座他们认为那个掌管狮子座的那个星球是太阳啊，太阳。那它的年代呢，就是800年到8640年之前，哦，未几百年开始。那你要觉得它不啊，世界的记录，你觉得想多些世界的现象哈，就是冰河的消失了。因为古早地球是拢冰，所以无法度活命。总是毋知呾天气暖化，冰河怎样？啊，冰河游戏咧，迄、那个地球的水面的上升了90公尺啊！哦，地球的水就怎样涨起来呢？冰游戏嘛，水就涨，迄时当时啊，吼、哦。啊，所以应该叫做黄金时代，我毋知影，到即马查无时啊，迄、那个叫黄金时代。迄阵人可能还是狗吧，我毋知，足早吼。就是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历史，没有什么，但是地球有一个变化，就是冰河期开始解冻。那冰河期解冻就代表地球的温度就可以比较合适人类居住，人才有机会，不然人都没有生活嘛，对不？所以你们说那个时候是不是没人，所以没人犯罪，所以黄金时期我不知道，都没说到人做什么，人家要没什么文明啊，哦，总是开始有机会啊，因为啊，天气开始暖化嘛，哦，这大概就是这个时期安尼尔啦，哦，啊，即马过来就是，下一个就我们发现有人类留下一些考古学的东西呢，一些记录啦，哦，啊，这就是巨蟹，啊，就是那个了后，下一个哦，他都还那是啥，狮子哦。啊，狮子要过来巨蟹哈，巨蟹就六九了，因为叫做 cancer， 我们怎样卖叫做 cancer 了哈，反正 cancer 两个意思啦，一个是癌症，一个是巨蟹啦哈，莫样，啊，伊不是日头，伊是月亮掌管啦，哦，迄个是在叫伊的迄个星占星术啦哈，啊，这个时期就是吼，人类对迄、那个叫做啥，旧石器时代甲中石器时代进到新石器，所以人类文明开始产生了。古早人是要用石头，都是正粗，尾也较幼，石头会当挖较幼，啊变成工具的是，迄叫做新石器。啊，这是咱的考古学，因开始我嘛是用这个考古学来分人类的文明的阶段的吼。Neolithic 就是迄个新石器的吼。啊，伊的时间吼，伊就用迄个挖2000几年安尼直直切嘛吼，所以呢。8640到6480 BC 哈、哦，8000多年加差不多6500年哈、哦，这个时间就是咱开始有石头做工具，哈、哦，啊，这个石头做工具呢，就是游牧变做畜牧，啊，这就是一个大进步。以前就是，倒位有动物，咱就对咧走，你知无？你都爱个台，照人家在挖嘛。现在不用了，不用抬，
你家己阿哩安怎甲围起来饲？安尼以后要食就免去钓啊！你所以游牧跟畜牧就不一样，一样是吃动物，可是饲诶，规日饲个鱼啊，较好料，大概拢要去海里钓，较辛苦嘛。所以咱即摆食足侪海鱼是伫海内底个鱼啊，伊无去坐船啊，伊是用一个大网啊，甲鱼啊饲伫内底，你知无？就是海鱼，啊，这就变做畜牧啦，哦，畜牧，毋是游牧。他说这就是新石器时期的人类的一个大进步。啊，这个时期呢，较主要就是伊的重点就是讲爱顾囝哦，咱的幼囝爱顾，所以伊呢孕养保护，所以叫做母亲的时代哦。哦，妈妈想大哦，妈妈顾囝，所以咱人类在咱继续活的，这叫做 Great Mother Age。所以足济咧，因那迄当时的人拜拜到拜月娘。月娘是代表阴性啊，日头是代表阳性啊，哦，咧中国个阴阳吼，啊，所以妈妈是阴性嘛，女的嘛，哦，啊，总是妈妈是，哦，囝儿出世会当甲饲奶，会当甲照顾，会当甲保护，上重要的记号，所以母神，哦，拜月神、拜母神是迄东西，足侪文化共同的特征，共同的特征哈。啊，再往下一个时期哈，往下一个时期就变成双子座。那从这个巨蟹哈，巨蟹的跟他安尼吼，甲囝围咧哈。啊，双子座咧就变成一个人，变两个人，跟他讲相似啊啦吼。啊，这双子座就是讲，这两个人你甲看吼，敢若咧相拍，嘛敢若咧讲话啦。所以就认为讲人类的大文明。主要为游牧变成畜牧，过来就是开始啦。我都爱知影你的意思是啥，啊，我就把我的意思咧，用我的声，互你了解，迄叫做语言啦。啊，这是人类很大的进步。所有的动物都发声音，可是没有办法代表存在那么多的意义。只有人类在这个时期啊，那时间哦，伊即摆讲改做水星这个。6480到4320呢，就是人类的语言开始出现。人类一有语言，两个人就会通，所以叫做双子座。啊，一有语言，人类就可以开始交换，交换意见，交换物件，所以商业也就开始了。哦，过去是个人拍个人的，个人吃个人的。即摆讲我若拍到你先大只，我会使剁一半给你啊。后摆你拍到，后摆你剁一半给我，啊，大家就当互通有无嘛。啊，这嘛是文明，啊，这都要会讲会通，啊，会通就是要有话，那无话，我嘛不知你的意思是安那。所以认为讲这个时期上重要就是贸易甲沟通吼，贸易与沟通，啊，语言，一有语言开始就会把我们的人生的经验、我们的感受就会写出来，所以开始就有文学。来讲呢，仓颉造字啦，什么的哈，就开始有字，先有话，经过一段时间，迄话就爱变成会使留伫石头，还是牛皮来上，变成字。啊，文化就安尼开始，啊，历史嘛安尼开始。那无字，咱会叫做史前史，你捌听过无？敢若靠讲的，啊，讲的空气都无去啊，留不下来。那早期无法多字嘞，对吧？白色啊，你睇，白人个代表上，白人个代表上，无法多，迄种个，啊，不要开始，迄个索马文明嘞，开始用迄土吼去刨泥头，刨出一块一块，然后用迄个竹编啊吼，把迄个土吼砌落去，啊，就会三角形，叫做楔形文字，无？三角形，啊，就切安尼，安尼代表啦，迄是足大个进步，还得上这个时期啦，哦。对中国就是仓颉嘛，就是甲骨文呐、啊，哦，象形文字，啊，一边索马，欧美就是迄个中华拉底尔迄个文明吼，迄、哦那个索马文明就是开始有这个，所以有字有话，啊，就有文学，文学是字啦，啊，语言是话啦吼、哦，啊，这个咱就会当讲，会当讲就会当做生意啦，啊，所以叫做双子座，就是变成人跟人开始有互动。开始有关系，开始可以合作，也是开始会吵架啦。哦，你若跌到未完结嘛，你都
讲袂出来冤家，后来开始讲袂冤家嘛吼，啊开始冲突，啊后来就变成战争了啊。所以呢，苏摩潘西昂就是索马呢，就是当时的那个器形文字，啊他们的神呢就是多神啦、啊，宗教开始出现。因为有这个有这个字，什么？咱对着咱看无惊的物件，咱就讲咱甲拜，咱甲拜，唔嘛袂甲咱杀，唔嘛咱才有机会当活落去。所以开始是人类对那个大自然那种不了解或是害怕的东西，就把它宗教化，宗教也开始。如果没有这些语言文字，宗教也不可能开始。哦，啊、所以想古早要无科，要无什么也是，等人类开始发现讲，即、这个看到大自然种个现象的时，开始要去甲了解，开始要去甲研究，也是卖互伊害的时，咱就开始有宗教的表现，啊，宗教慢慢开始用多神啊，哦，所以即个索马的多神文化哦，过来，金牛很好玩哈，因为双子金座过来的是金牛座，金牛座刚好是到埃及文明，索马文明再下来一个全世界有名的是埃及啊。埃及的文明啊，埃及呢就是金星啊，金星来管理的哈，差不多4320到2160，啊，这阵就是咱古约的时期啦哈，啊，以色列人伫埃及做奴才吼，啊，埃及是迄阵仔大国哈，啊，所以呢，迄当时啊，唔是畜牧，游牧变畜牧，畜牧变农业，啊，变农业就搁较进步啊，因为牛要会乱走，牛啊真会乱走。你个建立的是伫你要食你就去遐挂着，好嘛？我真个一个大进步，所以从牧改到农，吼，从动物改到植物，这因为这是一个大进步吼。啊，这是叫做金牛期啦，金牛世纪。然后很好玩的就是在旧约圣经刚刚那个以色列人就是拜金牛犊啦，啊，这个就很好玩了。这是巧合，还是安怎？是咱以色列人，是咱埃及人会拜牛呢？吼、哦，啊，多这个时期呢，叫星象，多是金牛。啊，以色列人得罪耶和华，都是拜金牛犊。啊，过来就变咱解释啦。啊，都有影未？吼、哦，啊，你会记得摩西把迄个金牛犊啦打烂，磨做粉对无？放来水沟啊，啊，结果嘞？伊就认为讲，金牛期在摩西的时候就开始走路要结束了，因为摩西给毁掉了。啊，过来就是搁下一个阶段，哦，这讲注意，就是旧约要走到新约了啦，啊、哦。所以埃及是拜那个母牛吼，伊就不了。啊，以色列人在旷野，因为摩西耶和华叫他上去。我唔知是要发大志，还是某些臭意人吼。啊，简单一款代志，讲四十讲讲袂了啦。啊，滴噜滴噜滴噜，啊，佮讲一款，啊，还伊些人在那惊到要死，讲啊，当然伫旷野，啊，唔捌路，啊，伊伫遐唔倒来，啊，是死啊，我也唔知，啊，唔知要安怎，所以从遐逼逼阿伦佮迄个狐狸啊，在某些有天气对伊佮人相拍，手举起来就啊，手放下就死无，啊，无快两个人佮吞袂过。啊，吐了尾来行嘛，啊，其中一个妇儿，你有注意无？摩西上山40天以后，妇儿就消失了。我讲咧，他们无注意啊，妇儿怎啊无去啊？因讲妇儿就是叫一些人怕死啊。好，这是以色列的拉比的一个说法。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算是属灵领袖，摩西再来的就是第二把交椅，因为他是吐摩西的机会哈。啊，然后叫摩西去山顶，比较交代迄个米沃拉提那个会幕啊，什么至圣所啊，那那讲的时候，啊，就派阿伦跟户尔党来，他作证啦。哦，百姓什么问题，恁处理嘛？啊，百姓就讲，啊，我怎代表呐？哎，一个神来讲抓，啊，但恁那是摩西里啊，那我变啊那是，结果户尔党千万唔当的，然后吼足忌邪吼，啊，一定唔当啊，当他就是他妈怕死啦，啊，怕死了嘞，剩阿伦嘛。阿伦就讲：“我无恁金马提来啊！”哦，啊，阿伦就把金马放落火炉，啊，从我骨都造出来，嘛足搞的吼。我这块金骨都造出来，啊，摆啊。所以，如果以拉比的说法是对的话，我们对亚伦要有一点点同情心啊！
哦，我敢每个操场你哦，因为他是在富人被打死的情况下哦，伊两个讲唔是嘛，叫怕死，啊，伊这个人无啥技术啊，你听，啊，他只好妥协一下，结果叫我骂啊，那叫我嘛就讲那个骂，没有你这个那也不骨头啦哦。可是我不晓得，可是圣经我们只知道说富人到那里就消失了，我们只知道这样。对，千根不搞的啊，都是以色列有很多他们的口传。写的是、啊、口传还有很多，这 有这样说法。好，那这个就是那个旧约嘛，哦，旧约出埃及，然后再来再下一个，就是这个白羊啊，白羊。那白羊，我觉得这里就有一点不对头，因为亚伯拉罕是在摩西的前面，而不是后面。哎，但是他们这里有。我觉得就有点不能自圆其说，就时间上来讲有一点逆向。不过就我们就听他怎么说了哈、哦，他说哈、哦，这个到了下一期就是火星了、啊，就是2160到零了、啊，啊零就是耶稣降生的哦，所以这个是出埃及到那个王国灭亡到耶稣来的这一段时间哈、哦，2160到零 BC。那、啊、这个时期呢，他认是这个本来是石器。后来进到铜器，现在进到铁器。那铁器跟铜不一样，铁的加钉，你知道不？啊，水有铁，水就很厉害。所以记不记得以色列吃鳖，就是他们没有铁，然后那个迦南人就有铁车，有没有？啊、所以以色列人就说你口罩，口罩，因为你那你头发有叫电器叫高器，那个铁车就很狠。所以那个时候全世界都是靠铁战车，哦，还有那个什么盔甲，有没有？啊、那个战争就越来越凶狠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有大量的军队，有铁器的时代呢，就开始有那种大王国，而不是以前那个小氏族，像亚伯拉罕族什么犹大族，只有这么变成 empire， 会当足大个国家。啊，这个 empire 国家你就会使讲，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罗马帝国、希腊帝国，你可以说这一段。好不好？这是差不多是这个时期。那旧约安尼里，你去读丹尼里，差不多也在描写这一个时期。以色列亡国以后，然后中间就从巴比伦，然后叫亚述，然后叫波斯、希腊、罗马，罗马就是耶稣降生的。那这个时期战争都打大电影，都是很多人，然后都是用铁器。来当武器，然后杀戮、哦、很凶悍的、哦、那这个是这个时期。那他认为这个，我觉得有一点，亚伯拉罕呢献山羊，哦，献这只羊，所以这个白羊。那可是这个跟那个摩西杀牛，我觉得时间有点倒错。那基本上他就把亚伯拉罕这个，他这个时间也不太对，亚伯拉罕比摩西还要早嘛，不是慢、哦，那所以这个羊跟这个羊，我觉得有一点勉强，有一点勉强、哦、但是基本上他是要讲说，人类到亚伯拉罕宗教上就从多神变成单神，这个是对的、哦、变成单神信仰，他认为这个是文明的进步，他认为这个是文明的进步、哦、好啊，这一段的灾难新就来了、哦、公元明年开始、哦，即使现在的历史考据认为耶稣是4BC 出生而不是0BC、啊、这个就另外一个问题了，但是这个在此不易了，我们就假设，因为公元就是用耶稣的出生做这样的，有人说弄错了，可能应该是提早四年，但是他们说星象学算起来就是那一年，就是零年， OK 了，就是差不多了，查细理。那他说这个再来就是双鱼座，那这个牛变成羊，再来就变成鱼，鱼再来就是水瓶。我说的是那个黄道十二宫那个逆向走，根据那个星座是这样没有做的。可是那个跟人类历史，他怎么去拼啊？怎么去斗起来呢？所以他说，那这个见到木星，见到木星哦，那就是领到2160，那你就明白了，我们还没到嘛。我们现在是2018嘛，
所以还有一百多年嘛，这了解吗？如果他讲的是对的话，我们还是在那个双鱼座的尾巴了，我们已经可以闻到这个水瓶座的现象出来了嘛？可以说这样，因为他那个不是说搞这样的清啊的新的东西，他有那个过渡，你知道吗？所以双鱼座的尾巴就是水瓶座的头，会有一个过渡的阶段。那差不多是迄个时阵，所以即摆你看全世界的新纪元运动开始，你也当看到。我上一次讲的是后现代浪潮，那个是更早就开始了。现在讲是后现代浪潮中的宗教的运动，就是新纪元运动。那他们认为是应该要来的，所以他们很多人很努力的要把这个作业带进来。我不知道他们的努力有没有办法提早进来，但是。根据他们的说法，应该是2160年才会，双鱼座才会过去啦，哦，就完全进入这个水瓶座。那他认为这个世纪，这个连他们都相信，所以他们不是不相信耶稣了，连他们都认为耶稣是一个控制一个世纪啊，就是控制2000年啊，控制这个世界。可是他还是要过去，因为不久就是水瓶座。啊、很好玩，就是他们根据圣经，哪一节圣经有提到水瓶？有吗？可以写上。耶稣吼，不是耶稣快要死的时候。最后的逾越节，他请他的两个门徒去讲做老店，还是旧老店，我不知道。那个门徒说：“啊，亚鲁山那间厝我要找到一间啊。”以后你们走到耶路撒冷的话，你们看到有一个人拿着水瓶，那一间就是了。还有住我，亚索菲西亚那个水瓶就出现了。那耶稣说：“那个就是我跟你们吃最后的晚餐的地方。啊、最后的晚餐就是过来就不嫁了啊！他说我就不再吃这世上也不喝这个葡萄汁，一直到我再来的那个日子嘛。啊、所以他们是有圣经根据的呢。啊，那么只有电都没有呢？那喝信不信？又不是得把那个水瓶吗？啊，水瓶都有的图，就是一个人拿着水瓶，真的，你看他们画的图，一个人拿着水瓶。”加注意了哈，好，这啊，有兴趣回去查《路加22章第10节，你叫我先听，有版干不是？至少有电子版对吧？有吗？哎，这是教会，来教会不来，身体有点奇怪。虽然我讲的是奇怪的东西，但是我会找找看吗？加22章第10节，找到了吗？好，看短相谈半天后往来。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跟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不是我来讲嘛吼。伊讲啊，我本来来到这间，伊讲你看，有一个人摕一罐水就对行，啊，遐就是啊，那个就是我最后的地方，我的最后的晚餐。OK。啊，这个就是在你去那个去罗马的地下广场，会看到很多这个东西。啊，其实在美国很多汽车也有看到这个东西。台湾有一些基督徒也喜欢买这个东西贴在那车子，有没有？一条鱼有没有？奇怪呢，基督教为什么不用别的鸡要用鱼呢？耶稣的学生为什么不找木匠来找别的？为什么都找渔夫呢？然后耶稣的这些第一代门徒为什么都叫做得人如得鱼呢？为什么鱼那么多呢？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是鱼的时代，很好玩哦，把圣经有关鱼的都拿起来支持他的理论哦。好，那你们应该有念过这个吧？这个是希腊文哦 ，Jesus Christos Theos Theos Soter 哈，啊，这个是希腊的希腊文的字母是。这几个字哈 ，Ixus 这是鱼呀，这个字就是鱼，这个字有
五个字母，每一个字母刚好是耶稣尊称的第一个字母，所以 Jesus 这个一就是耶稣的一，然后 K 就是 Christ Christos 的这个 K， 这个 Th 就是 Theos 就是神，这个 Y Vios 就是儿子，这个 S 就是 Soteo 就是救主，请注意，这是这个詹师傅，这是咱教会，你做那种逼迫的是，逼主要真的暗嘛，拢写这，你伫望我玻璃啊，伊个主的哦，看见那条我进来得多几多多，他不会写说我是基督徒，但是他就用这个记号，懂吗？现在很多开车的还是用这个记号，让人知道我是基督徒，所以用鱼做记号，而且这个鱼刚好就是称呼就是。耶稣基督上帝儿子救主，就是你知道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抹油的，他不只是来当王，他还是要拯救我们的，所以把耶稣的功能角色跟神的关系都写出来，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我们的救主，他还是要来统治我们的弥赛亚，基督就是弥赛亚，他是王，那这个跟占星术没有关系，这个是我们教会历史当中留下来的档案，可是占星术人就拿来支持说，你看这个是双鱼的时代，所以是基督教影响世界最多最大的时代，可是这个也会过去，因为水瓶纪就要来了，所以你要信耶稣吗？还有几年。好，那我想我还有文章讲完了哈，把历史讲完。那这个就是他们相信，当双鱼纪过去，水瓶经纪来的时候，人类会变怎么样？这是他们的将来学，就是对将来他们的期待哈。他说：“我们进到拿水瓶的人哈，那个水瓶座是土星跟天王星同时出来的时候，他说。”这是一个自由的世纪，将是大家是自由的，而且呢是电用得很厉害，所以呢一定会讨论是核能发电还是风力发电还是什么电，因为没有电那就别忘了，我们目前你看我们对电的依靠越来越厉害，对不对？然后呢他认为在这个世代呢会把以前的世代的矛盾会解决掉，所以最早是认为看不懂的就是神秘科学，说我就可以研究，那到这个时代说我既可以研究，但是我也可以承认有神秘，在前现代认为世界充满了奥秘，在现代认为所有的奥秘人类的理性都可以解决，后现代认为人类的理性可以了解奥秘，但是不能了解所有的奥秘，了解吗？所以他把前现代跟现代都要包起来，真的是后现代厉害的，这后现代容许看起来是不势不两立的东西同时存在，这个叫多元，了解吗？后现代强调的是多元，所以你不能说这个对这个不对这个也对那个也对、所以这个应用在道德应用在伦理会有它的问题，但是基本上后现代我觉得啦，后现代跟这个新纪元这一个潮流大概逆不回去了，大概逆不回去，就你势必要接受我们已经活在多元的时代了，没有办法，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办法说我只拜阿拉，没有办法，在回教国家还是有少数的人他要拜耶稣，有少数的人 要拜别的宗教，但他可以说国教是什么，他可以这样讲，但是没有办法纯一个宗教，大概没有办法，所有的东西都会很多元呈现。好，那另外呢，医学也是一样，医学的多元就是那个西方主流医学的霸权会怎么会过去？不是西方的主流医学也消失，不会消失，但它没有办法独霸市场。基本上全民健保已经会当给中医啊，会当用全民健保，这就是一个跟咱讲讲。以前无啊，以前跟他西医，对不？跟他医会使尔。即马知影讲西医无足侪病，无法度医啊。
所以其他的东西也慢慢转，所以医学可以看到开始多元的现象会出来。那以前就是一定要救命嘛，现在发现让他死也是很好的医学，所以这个 hospice 也出来了。以前医生啊，啊现在医死也算医生，而且很好的医生是医死的，不是医生的。所以加臭皮哈。然后呢，他们认为暴力会消失，犯罪战争会消失，那世界呢会合作，会注意生态，会更健康。所以他们是抱着乐观积极的看水瓶座。过去因为有霸权，不管是科学霸权或是武力霸权或是宗教霸权都会过去，将来是大家互相尊重，然后和平共处，这是他们的理想啊。他们认为我们会往那里走的啦，然后人类会进化，而且呢，人类呢会从现代的纯物进到灵性完全的发展，所以他们对灵性是很肯定，而且有可能物是会过去，灵不会过去，所以灵比物还重要。你的身躯更加用更加运动啊，有一天会阿门啊，哦，就是灵不会因为物阿门就不见。灵是永远的，所以变成是你要重视的不是物，你要重视的是灵啦。然后呢，我们的人类的黑暗面会慢慢过去，我们会变成一个光明的世纪，所以他们是很乐观的。那我们的灵修呢，灵界会来帮助，灵界会来帮助我们，然后我们就会进入水瓶宫的世纪。所以呢，水瓶宫的世纪的特点就是光明、洁净、和平、坦诚、吝啬，这是耶稣讲的好撒玛利亚人，然后有序，就是他可以持续的。好 ，OK， 那我的时间没讲完的，高调了，拍谁哈？啊，有问题后摆再来讨论啦哈，咱来祈祷好无？我们祷告，主要说感谢你，让我有机会伫遮啊，对这个新纪元。运动，特别是因为这个历史观会当有淡薄的了解，我知影这是一个理论，也是一个信念，总是阮做基督徒，当阮面对阮周围的人有这款的信念跟理论的时，阮要安怎甲因互相来沟通，要求上帝你让阮有对伊遐来长命智慧，来当了解，搁会当甲因有好的讨论，阮即个道理，阮大家平安到此。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多谢大家，谢谢。